哎，马上脱妆。江郎，你约我到这有什么事？还不是你爹向我爹提亲，爹说我功业未立，不宜娶妻。你这么着急要娶我？我对你的情意海枯石烂，至死不渝。姻亲，你一定明白的。小玉儿，你也说两句来听听。花痴，你当江玉郎是真心的？那姻亲恐怕被卖到窑子里十遍，都还以为他男人是爱他的。好一个狗男女，不知道幽会是要缴税的吗？给我拿下那个女的。这是武当山林，你们还没有王法。好废哦，一下被打死了。这什么闹剧啊？我出去救那女孩。慢着，江玉的功夫没有龙爆，先看状况再说。你没怕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别再装了。我不知道火焰王跟你爹有什么关系，虽然我只奉命捉走这姑娘，但是我最瞧不起这种狼心狗肺的家伙。好自为之，火焰王魔功就快练成，只差一个市长的。你别吓唬我，等我爹登上虎林王族的位置，就是你阎王门灭门之日。我全搞清楚了，峨眉的小宝藏少女的毒贩，还有武当掌门的内斗。现在的情况，无论是紫染掌门，还是玄真道人当上武林盟主，玄真的女儿落入阎王门手里，这叫投鼠忌器，忌器。武林中的人一定怀疑武当也没有资格任武林盟主的位置。论才能，论品德，只有筹办武林大会的江南大侠有资格。现在怎么办？跑了和尚，跑了庙，快跟着魏无羡下山，他那阎王门的根据地，救出应亲，再请正派中人荡平蚁窝。应亲，我来救你了，应亲。我不要相遇的啊！哎，我是认真的，我刚刚在树林那段配那么好。哎，应亲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哎，哦，出去了。好，快追上，快追上了。不是啊，应亲怎么不在他们那个牛头马头的背上？你被丢包啊？我们是不是跟丢了？这还真是江南交通要道，四通发达，这下可怎么办？不要连应亲姑娘送命。别急别急，我说过应亲只是人质，在江北鹤还没当上武林盟主之前，他一定没有生命危险。哎，魏无羡一双狗腿跑得倒快，这下子带好捞针，胆大早起。我看我们先回四海春饭馆歇息吧。好吧。别然无恙，我就是那个被你封死在冰窟里的小鱼儿，你应该还没忘吧？人家说杯水之恩应涌泉相报。我不好好回报这种恩情一番，会被江湖中人唾弃的。你想怎么样？我知道你的诡计多，我可是不卖的。都事过境迁了，我怎么跟你计较呢？我想请你的相好帮个忙。黑老兄，别躲在旁边偷看了，九姑娘请咱们吃酒。有什么事快说，你要是敢为难她，我就阴魂不散，天天跟着你。三不五时的烦你，吃不了饭，睡不好觉。黑兄别生气，就是因为你轻功第一，所以小弟麻烦你调查一下，阎王门护法魏无心带着牛头马面两人掳走武当一个姑娘，刚刚从这里离开，我跟着就走失了，麻烦你老走一趟，看看阎王门的本部到底在哪里。哦，马上就去了。有个仰慕的人天天瞧着九姑娘，似乎变得更漂亮。哼，本姑娘本来就很漂亮，还要你讲？倒是青妹，你先前穷完九秀山庄不是要杀小玉儿，现在怎么和这种男人鬼混？离这个小子远一点，没得蹉跎掉少女青春就算了，别要什么时候吃的大亏。我什么时候蹉跎少女的青春呢？九姐，小玉儿不是你讲那种又皮又烂的男孩子？
别怪做姐姐没警告你，这小子最喜欢耍小聪明又爱欺负人。你自己先想清楚，这痞子有什么好处值得你这么办着？人家就是喜欢他欺负我，我再欺负回去。喂，小仙女，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了？那这样最好，就像我和黑蜘蛛一样，一旦轻功，他应该快回来了。哇，从门口走进来。出了四海镇，往东北走是阎王门。不过我稍微探了一下，蛮危险的。既然如此，做大哥总不能看着兄弟白白送死，和我们一起救人吧。哦，这个有点麻烦。你看大哥已经有了牵挂，要是我一个万一，那娇滴滴的慕容九该怎么办？亏我还喊你两声大哥，你这个见色忘义的好男人。好吧，我们不要妨碍这个对鄙人的卿卿我我。哎，那真的不帮我？哎，你怎么不帮我？啊，好吧，还真不理我。要硬闯，还是把阎王门扭混进去，免得打草惊蛇。你跟我这一阵子是越变越聪明了，明目张胆的杀进去，恐怕还没见到应青之前，就已经杀到手软。哇，我又伪装。哦，就这样直接走进去。连气口都不问。利用烧九秀双钟的网子，哦，也是可以啊。哎，这么道具好像很强哈，可是我有刮刀了哎。等下拿到什么？你们这些阎王门的臭家伙，快把本姑娘送回武当，不然我爹马上率领武当的师兄弟来杀光你们！你这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亏神真道长武功还站上台面，就是不会教女儿，武当一定有一票狗腿徒弟在拍你马屁，难怪一点都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无礼之徒，又住嘴！你们要做什么？你本来是皮白嫩肉的美人，就是娇气太重，什么都不懂。我们来陪你玩玩，明儿你整个想法就会突然成熟很多。谁来救救我，江南？你不是答应我要来救我的吗？小鱼儿，别闹了，给他一点教训就好。你看，都把他给吓哭了，还没吃到豆腐就被喝止，真无趣。玉清姑娘，别怕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你们两人是江浪派来救我的吗？他怎么不亲自来？江玉兰说什么东西？他能派得动我吗？你被抓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一旁。江玉兰是大骗子，我不信。说江南的坏话，你们一定是坏人。江南说要救我，就一定会来救我。他从没对我失约，只有我受尽苦楚，他才来救我，这样子才凄美。我靠，你有毛病啊！我怎么老是碰到发昏的女人？你在这待得越久，被凌辱的机会就越高。你以为你逃出去以后，相信你清白的还有几个人？快跟我们回去见你爹！不要，人家不要，我要等江南来救。江玉兰答应我的。这个娇纵女孩怎么动不动就哭？你以为遇到问题哭两下子就能解决吗？人家要回武当呢，在武当只要哭半天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就是你这种人丢弃我们女人的脸，一切都等男人去扛，一切都等男人去救，等着男人赚钱养你。你是男人生的孩子，养孩子的工具啊！给我移动脚步，走出阎王门。爹，他们怎么那么可怕？江南，你在哪里？我靠！人来了啊！你们两个是谁？竟敢释放要犯！我们是谁？再吵，阎王门人就像潮水般涌来了。哇！一击打肚子。对不起啊，只好那你暂时闭嘴。这小人看起来瘦巴巴的，没想到斤两这么重。
看起来是打这个，感觉应该不是哈。我啊，直接给阿英他们。哇，好好，还有啊，直接胜利！打这个小兵啊，不要花我们太多时间了。怎么还有啊？先锋林这样举行武林大会，现在那么大就带走应青姑娘，岂不是坏了火眼王的大事？来到我地头，你别想逃得掉！哈哈。张琪，你带应青直接赴千凤岭武林大会，去阻止江湖别鹤别当上武林王主，这里有我签字，你们快走。可是他们没完没了的打，时间拖越久，你迟早会力竭而亡。听话，我一定会平安离开的，快点走。我不许走，你单挑魏无心不见得会输，但对付这么多人却是一定赢不了。你这女人真啰嗦，再这样下去你只会拖累我，让大家都一起死在这。你骗人，你根本就已经想牺牲自己，让我们逃走。你们在聊天呢、啊？兄弟们，给我拿下！啊，我还需要用阎王铁吗？我才不愿背负弃同伴于不顾的恶名，既然要死，江湖恩怨一如过往云烟，武林正邪兴衰不干我们两个人事。把这个骄傲的女孩留下来，我们还有机会杀开一条血路。你到时候用嘴巴拧开一条生路，刚刚明明有机会，至少你还逃得掉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变，嘴头不说就很会维护女孩子，我敬你算一条好汉，有什么后事就替你办了。这是你妹子未经你的托付，可是不是我的愿望，希望我们和好，今年他才不管你有没有报复仇，只全心希望你能平安回恶人谷，他会一直等你，我总算把这件事交代过去了。你拿魏金你跟我攀交情，你当我什么人，还要跟你攀交情讨劳？认识了这么久，你的手段我又不是不知道，落在你手上无论怎么说都难逃一死，你清楚就好。你还有什么遗言？我曾经辜负过铁心来，让我痛苦不已，至少你至少希望你至少能放下张放了张青，我才能舒坦地离开。我就这样被你救，你以为我后半辈子要怎么过？想想你被铁心兰救死的痛苦，就是我现在被你救的痛苦。好吧，我可以答应你放了张青。最后，千万不要告诉魏经理，是你亲手杀了我。你是他这辈子最后的亲人，他要是连你都恨，他就太可怜了。还有，请你仔细想一想，只为了报复仇、学武功、杀了各门派这么多人。他们的妻儿恋人日夜啼哭，哪天你负手报了，我就不信你有脸回去见魏经理。你住嘴！最怕的是，如我在少林所说，火眼王就是魏无仰，而你只是被杀父仇人以武学利诱的杀人工具。看着魏经理的性格，想必令尊也是格调清高的侠士，令堂也该是温柔婉约的好母亲。他们在天之灵一定不肯。一定不肯自己的儿子只为报仇就滥杀无辜。我说完了，你杀我以后应该有很多时间可以好好想一想。你给我住嘴！滚！你们现在赶快给我滚！好，这边的剧情我觉得后面，反正后面他没有讲很多，反正是魏无心应该是想清楚了。然后帮小玉儿这样，大概是这样的。你们刚刚好狠，危急的时候就想丢下我自己逃。
幼稚的小女孩原来早就醒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李桃恰洋洋啊，虽然够性命，就算是同林鸟，火烧森林时也是要各自纷飞的。当初救你只是为了阻止一个大阴谋，要是我们自己小命都不保，还谈什么正义公理？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刚刚他为什么要杀了同门的人，放了我？哦，原来这边有讲啊。既然你诚心的问，我就说明一下。我也无心是阎王门护法，印心姑娘被人劫走也就算了，这可是他自己放了我们。这件事要落入活灵王的耳中，他也是小命不保。只要杀进你的人证，就没这回事。你实在太嫩了，回去多跟你爹学学。哎呦，别靠江玉兰太近。你和魏无心认识很久了吗？我看你们一直打打杀杀。还有魏经理是谁？其实你只想问魏经理吧。这中间的原因太复杂，简单的说就是魏经理是魏无心的妹妹，也算是我干妹。她一直希望我们两人和好，可是好像八字不合，硬是打打杀杀的。这个解释你满意的吗？她几岁了？你还真不死心啊，他年纪还小，没有你这种勾引男人的俏模样，腿没你修长，胸部也没你大。嘿，你敢在姻亲面前说我坏话，我打你哦。人家腰可是比你细，过几年这样长些漂亮些，那时候已经变黄脸婆喽。看你们两个好恩爱，快点带人家回去见江郎。我吐了。江郎就在那里，我还想你哦。解手，别的女孩子家身上点来点去的，你很烦哎。要是现在就跑出去，那就看不到江北鹤的好戏。不过又点个穴嘛，吃什么醋？方丈，不是咱们说中了阎王文的毒，不要逞强了吗？不能看少年百年基业在我手中没落，可恶的牛鼻子道士，还我师兄命来！阿弥陀佛，怪我一时逞强，千万别恨痴男道长，他坏我业身，破我痴迷，有大功德，别忘了诸经的教诲。所谓四会障，则非四会障，是名四会障。一切因缘假合身，一切缘离散灭，本无来去。方丈，方丈，各位不得悲伤，默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为掌门送一程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我只是轻轻吹动内力，没想到少林武术盖天下只是个词，连五张皮毛都抵不上，不然慧眼大师怎么会到碧派祖师陵寝取什么假的燕南天宝藏？你罢了罢了，玄真师弟，今日当着众位英雄的面，我就将武当掌门的位置交给你。师兄，为什么？我不曾打死少林掌门，日后两派之间不免仇恶，为了武林大局着想，当着诸位的面拼到金盆洗手，就是云游四海。啊，就这样就走了？这下怎么办？武功最高的执掌道长一走，这盟主之位该由谁来担任呢？小儿斗胆推荐师尊，也就刚接任武林掌门的玄真道长为武林盟主。我师父的武功比师伯自然道长还要高，想必是众所皆知的事。呸，这父子俩好假，自己想当的要命，还拿道长当幌子。在下不才，小女在武当山嬉戏，上为阎王们爪牙所辱，实在没有资格担任盟主。这样的确伤脑筋，做重要决定时要顾及女儿性命，恐怕难以决断。不过少林峨眉江湖三大派总要有一个带头的，碧派掌门方才涅槃，全是上下哀动，盟主由你们决定。要围攻阎王门时，
我们再处理就是。江大侠人品武学都是一流，念许不必信，而不由你自己接任。神喜白痴，到现在还以为江别鹤告密是维护峨眉，阎王们袭击少女峨眉时，就没看到江别鹤出来帮忙。为什么不攻击武当啊？是啊，刀剑不长眼，伤到江玉染会心疼，没伤到别人会怀疑，阎王们干脆不去动武当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燕青姑娘，该你上场了。哎，禀别毛手毛脚，我来解释就好。玄真道长何必谦虚，既然燕青姑娘好好在这里，你就安心的做武林盟主吧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被阎王们抓去关了？燕青，爹好担心你平安就好。江南，你答应来救我，你没有先问我有没有受伤。鱼儿，就是你这小子烧我在宜昌的屋子。各位英雄请听着，江南大侠口口声声说我烧屋子，他亲眼瞧见的吗？就算亲眼瞧见的，以他的本事没办法救我擒，把我擒下送交光府吗？就凭我救出应青姑娘，江别鹤想动我，也想问玄真老道的剑。哇，闹场大王出现，套上他的赌性，死带回来，让江别鹤当不成武林盟主。听说这里办什么武林大会，盟主到底选出来没有？恶毒鬼，你在我山脚下逼赌，百姓怨声载道，这个账我都还没跟你算。大会现在这是关键时刻，你拿这干什么？轩辕大哥凭恶毒鬼三个字，自然是要来赌的。哥老子的，还是小鱼儿聪明，你这样聪明，怎地没当上盟主？你来赌什么？说说看，人家不赌，小妹可以别人赌。上次我送个好蓝领给你，你还不满足？这次我可没这样的好赌本。恶骨鬼在江湖也是说一波的汉子，看小女平安归来的份上，就听一听他想说些什么。玄真道长说的是，来者是客，就请大家先听听玄言三光的话。我本来在找武林盟主赌一下，赌他这个位置坐不久。这要怎么说？我这一路上瞧阎王们大批帮众，已分三路人马，大举进攻少林武当峨眉，各派精英集聚此地内防空虚，所以武林盟主选出来的时候，三大派已灭得差不多了，这个位置自然是坐不住的。我太天真了，江别鹤想黑吃黑灭的阎王们，魏无涯自然是一般的心思，趁各大派大头都不在，去杀进小屋多头，掏空江别鹤的庄脚。我就没有这种雄才大略的阴狠计谋。可恶，没想到我商议大义之时，一众阎王们的肩膀，今日大会就有此作罢。还请诸位江湖朋友火速赶回，维护师祖业绩。小女沉默侠士相救，一点本派墨学，希望能助你心想仗义。先天武圣罡气，哦，剧情拿到了。道长请听我一言，我曾与江玉阳共处一室，同居同卧，他心性虚浮，恐怕会误了应青姑娘终身，我会多加注意的。道长不知道有没有听清你的话，不然应青姑娘就可怜了。那大家都被你气走，你轩辕老兄还赖着想赌什么吗？小鱼儿，你也知道赌博这一行，除了推牌球、骰子比大小、铜板阵法可以炸赌之外，其他三字天文、下至地理，无一不能赌。对啦，一晚能掉几颗流星也可以赌，随手抓一把草，又有几根可以赌单双。我觉得你话还没说完。比如我和人家随口一赌，宜昌住过几户人家，要是我能答上来就算赢。这就是各种情报了解越多，各种赌局一面就多些。想知道些什么？你们那个人没有？老不休问这种问题。哎，哥老弟，我就知道你是小妞，那也不知道。轩老兄，那个是哪个？得说清楚，咱们两人结伴同行，闲言闲语对姑娘家总是不好的。我说的那个是你们在一起这么久，去见过对方父母吗？哦，原来是这个啊，哦。
又不是相亲，你是不是拿了什么好处？没事拉什么关系？小仙女这么跟你在一起，脾气都收敛了很多，江湖上也没人被毒打。为了家国的和平，你就早日牺牲，娶她为妻吧。大哥，我会为你立牌位，不，替你筹聘金的。嘿嘿嘿嘿嘿。我娘住万新园，就在宜昌的新南。哇咧，轩辕三冠神经不正常，你也跟他一块伤疤。咦，你不知道我们还没有那个，这样还不走？嘿嘿，我最近真的伤光了，到处被债主追，老婆也不准我回家，所以前行越来越艰难，我们多个伴也好。好好好，朋友有难，暂时安顿一阵子是没问题，但是要答应我，不准盗走金钱或拿走物品变卖或还债。没问题的。好，这样就加入了。他可以修炼什么、啊？哦，一大堆哦。可是有必要修炼吗？感觉不需要啊。因为他等到最后我选他再说吧。好像最后可以选择黑蜘蛛跟轩辕三光嘛。好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最终。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， 那也可以加入底下资讯栏有个连结，可以加入大神赖社群，记得输入你的 YouTube 的名称跟 Twitch 名称就可以了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《新绝代双骄》这款怀旧游戏的剧情内容。那我们可能再做几集就完结了。好，就这样子了。